一之一 ，Take On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夸的风鸣。今天是要玩一个什么游戏吗？团内谁是圈圈王？圈圈王是什么意思？圈圈王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先填我的名字吗？这张是我的问卷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我们要玩游戏。然后我前面就是有一个事前问卷 ，OK， 我要选团内谁是圈圈王，就是什么什么王这样子，然后不可以复选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卡文山的边管，然后现在要事前问卷，对，那个五前问卷，还有六前问卷，或是普前小学，好，抱歉，好，然后那个他说你觉得团内谁是问号问号王？不可复选，因为严格哎，还点头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收到一个任务，就是我们要来争夺一下团内的，应该说人气王，是吧？然后我这边现在有个问卷，哦，所以这个，我不能复选哦，太推球，所以我不能一个人五个都当啊，可恶！我是阿垮原少年的林玉佳佳佳，然后我今天呢，被突然抓来这个地方，然后我就看到我现在前面有一个事前问卷，它上面写的呢，就是你觉得团内谁是什么什么王，什么什么王，就有点像担当吧，我猜。我来看一下有什么选项。好，我们从最上面开始，谁是创意王？创意王。好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，我选我自己好了，我觉得我自己，因为我觉得在表演上面作品上面我是蛮有想法的 ，OK， 谁是聪明王？就是我觉得队长吧，我觉得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好像有逻辑，比较有逻辑，其他三位就可以再加油 ，OK。黄风鸣都很不适合这几个，啊，我知道了，他是风纪鼓掌王，王风鸣，运动王。这么看来只有我、啊，有啦，卢阳好像是体育大学，但他好像也没什么在运动。这边有五个创意，我现在唯一想到的就是社交网，社交网就是李炳宇，我就写更完。哇，另外几个难想，那我先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填上去。好，我把我自己填成运动王，虽然我没有在健身，但是我觉得我其他运动应该都算蛮厉害的，就是什么跑步啊、篮球啊这种应该都算还 OK。我帮我自己先填个位置，林小佳这样。运动王，易阳太瘦，贡丸太壮，那就玉佳好了，你就选玉佳。我觉得运动王不是。共玩的话，就是共玩。我自己觉得很多人都会投我是聪明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觉得我们家风鸣呢，好像感觉蛮聪明的。我其实觉得社交王是选不到，因为他每次呢，就是在有些很奇怪的地方就会突然展现出一个他非常 social 的一面，然后就会让我瞠目结舌，我就觉得，这个人是怎样？他不是才十几岁吗？怎么会在旁边这样？哦耶耶耶，这样什么意思？这样。所以呢，我其实觉得是，我觉得
那么简单的事情。哎，那个范畴要过去吗？过去。Okay.这跟聪明有什么关系？你很强。不是，是代表他买了很多早餐。哎呦！打到边框，你再骄傲。可是，我还真的哎，五票都没有。哦，五票。这一局游戏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